经过七年岁月，飘过几片海洋，我也该告别这漫长的流浪。那座城市充满希望在我心上，就在地平线那一方，港口铃声多响亮，发现目标。穿上破旧大衣，拿上老旧行李，按时保重，脚上一双破洞靴子，正身起，对不起啊，我要努力向上奋斗，绝不放弃。如果想要填饱我的肚子，就必须拼命，投注所有心力制作我的巧克力，向大家介绍我最棒的作品。祝你好运！我口袋里装了十二枚硬币，梦想都在帽子里。巴黎元宵馆，来张美食地图，谢谢。看着地图寻找要去哪里吃饭，十二枚硬币已少了两枚，怎会这么快？想要最好的材料全都在那里，这颗要三枚硬币。这家钱贵得让人大吃一惊，摔了赔钱天经地义。我有五六七，口袋里装了六枚硬币，梦想都在帽子里。穿着外套吗？我不需要。龙仔，不用，不要跟着我。终于来到美食天地，我知道有这么一天。就跟你说的一样，妈妈，我大开眼界，不管看向哪里都有知名巧克力店。命中注定我终会来到这里，像火箭高飞，灿烂耀眼又美丽，而我唯一拿手的只有巧克力。梦想都在梦里。不准做白日梦。都说只要有才华有努力工作，在这城市任何人都能成功。我没想到在这生活并不轻松，只想赚几个钱，但是却要付出这么多。施舍一点钱，让我们找个地方过夜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拿去，看你需要多少。谢谢。我口袋里只剩下一枚硬币。梦想都在帽子里。